打住你俩演什么苦情戏呢？老子已经升级至元婴期，一发豪塞雷你俩都得死好吧。击杀元婴期一族，获得500000经验值与储物戒。击杀婴变期一族，获得100000经验值与储物戒。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三层。灵儿小姐还有大家都辛苦了，都往后稍稍，让我来吧。操控雷劫大阵的雷霆之力，增幅雷劫大阵的覆盖范围，然后一发送你们上西天。击杀129只筑基期妖兽，获得168000经验妖兽，获得63只金丹期妖兽，获得150000经验值与三枚金丹。斧头，你惹怒我了，我要亲手将你撕成碎片。大爷，我叫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斧头，我乃婴变期二层，你只有元婴期三层的实力，你可知道这代表了什么？是虐杀！你侥幸击杀的虎王只是刚渡劫婴变期，对于真正的婴变期来说，他就如同婴儿一般脆弱，准备迎接死亡吧！打就打，哪那么多废话！孙悟空小心，那是他的本命法器妖兽脚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！决定是你了，猴塞雷！你完全抵挡不住！喂，猴子！放心，我没事。好，不愧是真正的婴变期，攻击力太过霸道，雷霆之力无法阻挡他的法器。若是被他拉开距离，我只有被动挨打一份，还会波及其他异族。得和他拉近距离，才能找到机会。这法器一直纠缠我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摆脱它。杀老孙一棒！终究是赝品金箍棒，抵挡不了婴变期的法器攻击啊！还是得靠自己这小家伙。臭猴子，你跟他的法器折腾什么呢？直接杀啊！我也知道啊，但是没机会冲过去啊。3000雷动暂时在空中快速移动，但是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翅膀啊！而且3000雷动是门法诀，只能作为爆发手段，不能长久的使用。猴子，你千方百计想突破我的法阵，可知道我的肉体强度是你的千万倍？有时候，我觉得修为低会让原本处于优势的敌人粗心大意，露出致命的破绽。而是好处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你有可能伤到我吗？我不但能伤到你，我还能杀了你。死吧！没用的，猴头，你的雷霆之力只能给我挠痒痒，用尽全力也不可能伤我一分一毫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根本没想用猴塞雷伤你，但是让我接近你。等等，这连环蕴含的破坏力为何如此惊人？我一身婴变期的修为居然被人轰动。击杀婴变期妖兽，获得150000经验值与储物戒。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七层。由于宿主第一次击杀婴变期妖兽，奖励神秘大礼包。孙悟空将婴变期二层的妖兽领主击杀了。我再问你们一次，我孙悟空获得雷界祭祀第一名，成为一族妖皇，谁有异议？今日妖皇孙悟空，吾等没有异议。一族妖皇，千秋万代。千秋万代就不用了，但是我得在这里立一些规矩。首先要声明一点，妖皇的命令谁都不能反抗。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纯金皇冠一顶。堂堂一族妖皇连个传承的物件都没，太简陋了。我宣布这顶皇冠成为妖皇的象征，见皇冠如见妖皇。孙悟空，我宣布
我孙悟空自愿放弃妖皇的权利，新任妖皇是天妖部族苏灵儿。